众党这四项承诺，到目前为止，国民党没有任何人都在讲立法院的人，你不要跟我讲敲边鼓的人提出回应嘛。哦，所以就是说，到底国民党会不会接这个球？我基本上认为是不会的。哦，而且这个决定呢，现在大家都在私下运作，即便党中央有想法，我可以讲白啊，朱立伦希望让韩国瑜上啊，但朱立伦没有谈说要不要蓝白合啊。哦，那国民党内部多数人倾向是不要蓝白合啊。哦，但与此同时，国民党又有人别的人想选啊，比如说傅昆萁有在运作嘛，傅昆萁一直在运作说那个希望可以支持他嘛，所以傅昆萁来乱的嘛。那大家知道傅昆萁跟柯文哲关系很好嘛，啊，所以如果到时候他们串联好，柯文哲突然说，哎呀，如果傅昆萁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可以考虑一下，是不是跟这个国民党合作？那个韩国瑜啊，你看，光黄国昌、陈昭之哦，先不同意了。所以你看，黄国昌也在列解嘛，说，哎，国民党确定派的是韩国瑜吗？哦，你看他故意在那边挑拨离间嘛，然后他现在跟柯文哲越写越像了嘛。所以在讲哦，你国民党千万不要去碰民众党。因为他一定会列解你的，哦，甚至是现在除了韩国瑜这个东西之外，傅昆萁想选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组人想要搞另外一组声音，就一堆人在搞事，都已经没过半了，然后还一堆人想要在那边笑羞。你当初跟民众讲的就是韩国瑜当院长，所以才把他提部分去第一嘛。哦，所以怎么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不要胡来，好不好？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不要胡来、哦、但我基本上是认为国民党应该是不会跟民众党合作了。各位，可是真正的问题在这、哦、你想想看哦，未来每一个法案，这不是立法院正副院长只是冰山一角，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每一个法案，每一次预算审查都得要再经历过我们现在所经历过的阶段。你以为曾飞扬选出来之后就定了吗？不会啊。每一次新的议题，民众党都可以左右啊。只要蓝绿意见分歧，民众党就可以左右。各位，你听得懂吗？比如说，我们今天要有一个预算审查案，8800亿。然后国民党觉得要砍到3500亿，民进党觉得要维持8800亿，两边是不是意见分歧了？等到意见分歧之后，民众党就会变成重要了。那最后就会变成民众党决定了，因为他往哪边倒，谁就可以赢。当然啦、啊，民众党得要跟民意交代嘛。哦，就是说各位最重要还是说社会大众，就是你我他哦，所有人，我们在民意支持度。还有我们所表达的意志嘛，啊，包括我们的舆论嘛，啊，可以影响着他们的决策嘛，啊，这很重要。但是最后这个锤子还是交给民众党嘛，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民意影响，但是民众党他还是可以胡来嘛。啊，江启臣不会啦，不可能江启臣，柯震也不行啊，因为他都要去选县市首长。哦，傅昆萁没有跟韩国瑜最好。来，我们待会再谈啊。哦，我的意思说，对于国民党跟民进党开始思考一个问题。哦，如果今天是涉及到非常根本性对立的东西，大家当然可以冲突。哦，比如说两岸定调，然后那个言论自由、新闻媒体。但你哦，在平常的时候，我觉得大家反而会想到一件事，就是说。为了要避免麻烦，为了要避免民众党见缝插针，为了避免民众党借机壮大，是不是我们干脆索性两边能合作的时候就不要吵了？我觉得民众党反而会促成这个契机哦，因为最后面反而变得是不是我要的也不是你要的啊，变得是民众党要的啊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嘛，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嘛。螳螂捕蝉，黄雀会在后嘛、哦？所以我觉得反而第一个立法院正副院长最后应该是国民党拿到。第二件事情，民众党跟民进党跟民进党跟国民党有那个智慧，知道说千万不能落入这种恶斗的圈套，否则会给民众党赚到，会给柯文哲赚到。第三个啦，就是说你合作之后，
我觉得双边除了关键性的议题上，两岸国族论述上没有办法妥协，但这种事情交给民众党没问题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民众党也要表态啊。比如说今天涉及到数位中介法，你民众党要表态啊，那你表态之后，你就会被选民惩罚嘛，或者是被选民称赞嘛？哦，那今天比如说这个反渗透法啊，那或者是重大的劳基法，你都要表态啊，你要站在人民还是站在政府这边啊？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不是问题耶。我反而觉得国民两党自己卡波啊卡猴灾猜猴稳哦，然后让民众党自己去就范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要这样做才对啊。然后各位来继续看下去不好意思哦，今天喉咙不舒服，讲比较慢一点，大家多多包涵。哦，那你看柯文哲还在忙着这件，还在忙着这件事情呢、啊。柯文哲还在说他的民调没造假啦，他经得起检验了。哎呦，算了，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在柯文哲身上了，好不好？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